你们，我都想救佢。我唔想佢死。你请了。方小姐已经决定了今日出殡。你怎可以不去？就算我去，他都不放心。哥，你还怪我？算了，就当以前发了一场梦。我哋可以从头嚟过。
你想点做？我会重整冯京要留低个各路人马，而家争嘅就系猎人王嗰班。你想同我合作？梗系啦，我同你系最佳嘅拍档。如果成功，上海就系我哋两兄弟。你有冇谂过其他方面嘅？其他乜嘢？例如情情。我同佢已经完了，我冇理由再嘥时间谂佢。你知唔知而家点？听讲佢今日卖屋，听日就去法国。听讲你后日就要走，你以前都曾经讲过，想攞埋签证添，但系结果我冇去到。不过今次已经冇人可以留得住我，晴晴，我哋出去倾下。我哋咁样可以再倾。晴晴，要倾嗰啲嘢已经讲完晒，你仲搵我做咩？你几时想倾？我坐船去，坐船要好耐时间。我知，所以去法国之前，将呢度嘅嘢，所有嘅嘢，都忘记晒。无边无际嘅大海会帮到你。长啲嘅时间可以帮到我。晴晴，我有个要求，
俾我同埋你一齐去法国。 我第一次嚟上海嘅时候，你曾经同我讲过，你话我哋可以一齐去法国。你真系好自私。 当初我讲，我哋一齐去法国，你话要报仇，依家你报咗仇啦，你又想？再俾次机会我，公平啲。当两样嘢俾你选择嗰时， 你冇可能两样都接受，一次机会都唔可以，因为你唔值得。 小姐，呢部书喺你房嗰度揾到噶，你仲要唔要啊？你而家睇紧嘅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埋下边呢一个钟仔订阅啦！